又是我化妆师阿 Phil 啊。女仔中意靓可以话是天性，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扮靓是几时啊？哦，你又整翻爸爸啲唇膏系咪啊？妈咪送俾你嘅。喂 ，Angel， 做乜谂到油晒晒咁样啊？今日想化咩妆？我想试下你哋新出嘅唇膏。好喎，最近出咗好多新货添。系喎，你妈咪又攞奖，记得帮我恭喜佢喎。你搬咗出嚟咁耐，你哋仲系？系啊，好少联络。妈咪佢一个人凑大我，好多嘢都照顾得好好，仲要翻工。佢真系个好叻嘅妈咪。不过佢成日都好想我好似佢咁，而我净系中意画画。你啲成绩咁好，点解会拣埋呢啲咁嘅科噶？我只是想画画咋。校长是我好朋友，我听日会找他同你转科。你在这里做紧啲咩啊？画画咯。画画可以找到几多钱啊？我不是要賺多少錢，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。他那天匆匆地走了出去，那他之後就沒有再回過家？是，他再没回过来。我知道他是想保护我，他真的想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妈咪都是为我好啫。那我是不是应该主动找回他啊？喂，妈咪 ，Angel， 你近来点啊？你啲画画成点啊？有冇进步啊？妈咪啊，我迟啲有个画展，我想你嚟睇。好，妈咪。嗯。多谢你，我好挂住你啊。我都系。拜拜。Phil， 我个妆有冇化到啊？冇啊，而家咩事都冇啦。想一秒就抢晒镜，一支 Guerlain Rouge G 嘅唇膏袋喺身，随时随地想靓就靓，特别嘅设计仲有连埋个镜盒添，够晒方便。